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市政坐回来，我是蔡小军。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要带大家从和平岛来看我们的观光新亮点，就是我们的阿拉堡湾。这是跨局处合作，结合了文化、历史、观光，让我们的原民部落再生。到底有什么样的亮点跟特色呢？今天为您邀请到三位来宾，带大家深入了解。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我们基隆市政府观光及城市行销处处长曾之文曾处长。君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处长好。第二位呢，是我们和平岛总经理黄伟杰。小君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伟杰好。第三位呢，是我们经界旅行社的总经理张诗怡 Conny。小君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张总好。我们要先带大家来看哦，基隆的和平岛意向东侧的阿拉堡湾聚落非常的有看头，包括了龙目井入口意向重整其聚会所的改造等。基隆市政府还特别规划了5条旅游路线，现在我们就跟市长一块来深度旅游。经过整修，这座西班牙时期新建的历史建物龙目井已经焕然一新。为了改善和平岛阿拉堡湾入口意向，基隆市政府观光及城市行销处与都市发展处及文化局等单位携手合作，将龙目井广场及凉亭重新塑造成阿拉堡湾聚落的新亮点。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龙目井，把这个顶盖恢复了这个原来的很朴素的样貌，然后让一个这个倾斜好做好。那另外呢，在这个龙目井的井盖的部分呢，我们也做了一些设计，那把这个整个文化历史的故事把它雕刻在这个井盖上，所以这个地方也兼具了不仅仅是文化观光，那同时呢，更重要的是也让居民还是有取水的需求的时候可以使用。那第二个部分在旁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也用海浪的意象做了一个把原来地板破裂的地方呢，我们做了一些整理，然后让这个木地板可以做一些这个美化的这个部分。那最后一个就是在旁边有一个凉亭，那这个凉亭呢是我们跟居民讨论之后，他们希望在阿拉堡湾部落也用一些原住民的元素，所以呢这个地方他们希望有这个原住民过去在部落里面都有一个瞭望台，因为这里是一个入口，所以这个瞭望台我们是用了部落的图腾去拉线，然后把这个原来的很破旧的这个凉亭上面的这一些建物呢把它去除了，然后把这个瞭望台盖起来。透过大基隆历史场景2.0的串联哦，我们委托了观光处来做一个美化，而且跟部落的厨房有一些连结。我想文化之所以要保存，其实是要让它生生不息哈。那透过观光的手段来进行整体文化路径的一个改善，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棒的结合。我的名字叫感少。拉弓射箭，化身神射手的基隆市长林佑昌几乎百发百中，让一旁的原住民头目与居民都竖起拇指大赞。除了重塑入口意向，在这条文化路径上，基隆市政府也将聚会所打造成未来部落再生的核心区域。游客不只可以在这里成为部落勇士，体验射箭，还可以品尝到和平岛特产石花冻及从海里的冰箱采摘的钟螺等新鲜食材所制成的道地原住民风味餐。这个是用那个香蕉的那个还没有长出来的时候那个包起来的这个片，对，这个是香蕉的。刘佑昌强调，这不仅是单纯的文化修复和部落再生，透过市政府跨局处分阶段的合作，整合文化、历史、观光及地方创生，让阿拉堡湾聚落成为和平岛观光新据点，也为部落族人带来再生新经济及提升生活品质。未来像这样子的一个部落厨房，我们相信在阿拉堡湾这个地方以后不止一间，它可能会有2间、3间、4间、5间，可能会有更多族人部落的妈妈，她看到了，所以她也想把这个家里面她的这个私人的料理啊、私人的这个手艺来这个跟我们的文化观光的这些游客来做分享，好，那这个就可以达成一个部落经济的一个循环。基隆市政府观光及城市行销处长曾之文表示，目前已经规划了5条深度体验游程，
透过专业导览老师介绍及在地阿美族人的参与，让游客不管是到社寮东炮台还是和平岛阿拉堡湾，都能探索秘境，走进聚落，亲身感受历史文化的轨迹。真的可以感受到历史文化的轨迹，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和平岛还有阿拉堡湾是我们北台湾大航海历史文化的起点。其实要整合各方的力量真的很不容易，我们要请教处长跟大家分享。好，刚刚看到的影片中看到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基隆的和平岛。那和平岛过去呢就叫做社寮岛。那其实这个地方呢早期就是原住民这个巴塞族人的聚落。那过去这个地方这个社寮岛呢就是用贸易跟交换来维生哈。那到了16世纪末，也就是西班牙人发现和平岛这个地方具有贸易跟战略的这样的一个价值的一个位置哈，所以它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西班牙人在1626年来到这个地方，也建造了这个圣萨尔瓦多城哈。那所以这个地方也因为西班牙人来到这里，所以基隆开始跟大航海时代有了一个接轨哈，这个一个历史的脉络。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可以看到它这样一路的发展呢，包括我们这里这个特殊的这个地貌哦，包括有阿拉堡湾的这样的一个秘境，那另外呢也有横跨300年时光的这个龙目井哦，还有一个社寮东炮台哈，刚刚讲到这个地方有战略的位置，所以这个地方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具有文化历史意义的一个地方。那同时也在这里呢隐藏了一个都市的阿美族的聚落哈。那这个阿美族人呢哈，在这个地方过去因为这个大航海时代，然后一路来到了这一个整个渔工的这样的一个聚落，所以呢阿美族人开始在这里做定居哦。那刚刚谈到这个地方这个聚落叫阿拉堡湾，阿拉堡湾呢其实是原住民语哦。那这个原住民语呢其实有很多的诠释，包括这个阿拉堡湾其实在原住民语里面可能就是一个烟雾缭绕然后容易迷失的地方。那原住民在这里地方阿美族他用阿拉堡湾来称这个地方聚落的这个名称，也是希望不要忘记自己的家乡的意思哦。所以这个地方过去呢哈接连的这个阿拉堡湾的这样的一个秘境跟和平岛公园，其实它是非常具有文化观光的这样的一个价值。可是因为长期以来这个地方都被遗忘，所以基隆市政府开始在2019年，它有一个阿拉堡湾原住民聚落再生计划，由我们的都发处来做一个在地劳动的这样的一个计划。那开始跟这个原住民的部落呢跟他们有一些讨论，怎么让这个地方呢可以再次的有这个活化哈。所以这一个计划呢就跟居民讨论，就开始把他们的这个聚会所重新做一个整建。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聚会所其实不是公部门去盖的，而是他原来就有一个聚会所在这个地方，然后跟这个都发处呢透过一个跟辅大的团队，然后有一个计划在这里跟我们的这个在地的原住民去把这个聚会所重新打造，重新的整理，然后去把它盖好。那但是因为这个地方又紧邻的我们的合一路的这个海鲜街哦，所以这个观光的这个海鲜这个街呢哈，就是会有很多的游客来到这里，所以长期以来这个地方都是有很多的游客的停车，还有呢也有会丢弃一些垃圾。所以呢我们在大基隆历史场景的1.0，2019年都发处的这个计划劳动之后，再由官销处在2.0的部分接手，那我们其实是结合了这一个都发处过去的这样的一个成果，然后由我们来这个2.0的计划再把这个地方做了一些整理，然后跟在地的居民呢去讨论怎么样让这个地方不再脏乱，怎么样能够吸引游客来到这个地方。同时我们也跟和平岛公园去讨论怎么来做一个观光串联。所以这个2.0的计划也就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大基隆历史场景的这个场景再造的这个2.0的这个计划，我们希望能够推动这个和平岛的文化路径的这样的一个游程，然后来做一个推动。所以我们这一次的大航海文化路径的这个
在规划设计的案子，我们其实是有六大核心的这个计划哈。第一个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做这个环境的清整，也因为这个地方过去脏乱，所以我们就跟居民来讨论，希望能够把这个地方重新再做一些清洁哦，把它做一个比较好的整理。然后再来就是居民自主的精神哦，这个不是由上而下，而是跟居民讨论是由下而上的这样一个精神。那第三个部分呢，我们透过艺术装置，希望能够把这里的景观做一些改善。所以呢，我们也透过景观的改善，把这个地方重新打造。那第四个部分呢，我们希望来到这里的游客也可以有做很多的这个饮食的体验哦。这个看到我们这个眼前的这一些美食，等一下我们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其实这一些呢，都是我们原住民的特色餐。那他平常就是这样吃，但是过去因为没有一些辅导或者跟他们的共同讨论，所以呢没有这么好的摆盘哦。那再来。就是文化游程，我们有了这一些基本的整理之后，我们希望能够带动这个地方的观光，所以我们也推出了五大套装的游程。最后一个就是行销宣传哦，我们希望透过很多的部落客也好，或者是 YouTuber 也好，这些 KOL 他们来到这个地方，然后把这个地方介绍给大家。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呢，希望就是能够透过原住民的内部的这些凝聚力，以及跟公部门的力量的结合，然后由民间跟政府一起来推动这个地方的文化观光。那同时这个地方因为不仅仅是我们的原住民部落跟特色的饮食，其实这个地方还有包括有300年历史的龙木井，以及呢社寮东炮台。所以我想这个地方呢，我们是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文化景观跟路径的这样的一个整合，来推动在地的这个文化的这样的一个游程。是，这样听起来真的觉得很厉害，因为市政府他们从非常多个面向来鼓励，来与当地的居民沟通，让他们达到自主来管理，然后自己可以再想想看，找回在地的连结。那刚才我说到，其实我们在这里，我一直觉得这里很香，因为原住民美食真的很有特色。那这一次也非常谢谢我们伟杰哦，他们就直接把这个食物原搬到我们的摄影棚现场。我们先请处长好不好？处长应该吃过很多次，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刚讲了哈，其实我们刚刚除了艺术装置跟环境清整以外，其实我们更希望推动部落厨房。而这个部落厨房其实就是我们在地居民的饮食，我们希望能够让游客也可以品尝到非常在地的这些饮食文化。所以我们也透过很多次的工作坊跟讨论，跟居民一起来发展在地的 local 的菜单。那这些菜单呢，其实我们就是就地取材，我们所有这些菜色全部都是非常 local 在地的。好，那我们就一道一道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摸摸饭。好，这个摸摸饭呢，其实就是由居民在地他们自己种植的这个地瓜。这看到这是地瓜，可以看到吗？哦，有地瓜。对，然后配这个原住民的这一个饭。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摸摸饭，其实就是可以，没有就开始就会把它咬来吃啊。然后另外第二个呢，第二道菜就是我们的三味时光宝盒，就是我眼前的这一道菜。这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是当地的居民，他会按照这个时令，根据当时当季盛产的一些物产来做一个腌制。那这个腌制呢，它就可以保存食物。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腌的是这个山猪肉。对，这个时光宝盒看起来就超好吃，而且超香。这个就是山猪肉，然后去腌制。另外还有这个，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呢？这个叫做席烙，席烙，席烙也是腌制的肉品。然后呢，这个是鹿角，鹿角呢其实是在地的一种植物。大蒜吗？不是，它不是大蒜，它非常特别，而且它腌制之后的风味真的非常的好吃。所以呢，就把这个山猪肉腌制的山猪肉，还有腌制过的席烙跟鹿角，然后就一起呢，这个就是我们的三味时光宝盒。第三道菜呢，我们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太平洋的礼物。哇、wow. 啊，这太平洋礼物一定就是跟我们的鱼类有关嘛，是。所以呢，就是这一道菜，来，这个，
这个也就是现在在基隆很多的这个鱼类叫做飞鱼干。那这个飞鱼呢，其实它是用木头去熏制而成的飞鱼干。那这个在熏制的过程里面，它会加一点这个月桃叶一起来腌制、来熏制，用熏的哈木头来熏，然后它就会有这个木头的香气跟这个月桃的香、月桃叶的香气，然后再去跟这个番茄酱去做这个酱炒哈。所以这个是一个结合了原住民跟汉人的一道菜。好，那再来就是特色的配菜，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在地的妇女，我们在地妇女都叫伊娜，伊娜他们自己栽种的植物。那这个就是可以看到是桂鸟，过猫。那这个桂鸟呢，其实他们就是当地取材，就是我们种什么，那就吃什么。所以这一道菜就是我们这个伊娜他们的在地当令的这个的蔬菜哈。那再来这个就厉害了，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名称叫做日本人与阿美族的相遇。对，那这个相遇呢就用玉子烧的概念来呈现，然后日本的特色的食物就是玉子烧，可是这里面的食材呢就很特别了，这个呢就是我们当地在地的食材，它是用这个海苔、海藻跟虎苔，现在当令他们今天采的是虎苔，那平常也有可能是石笋啊，这些都是我们称为阿拉堡湾原住民的冰箱，好产的采的，所以呢，这个玉子烧里面夹的就是这个海藻跟虎苔，好，那有时候是石笋，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在地原住民的特色菜。那最后呢，当然不能够错过是我们这个汤品。就是要喝汤嘛，哈，好，来，我们来请那个 Connie 咬一下我们汤。他咬的时候呢，我来介绍一下这个风味汤。这个风味汤呢，是我们在地的一种植物，叫做面包果，用面包果去煮汤。那阿美族呢，他们叫面包果叫巴基鲁，好，巴基鲁。然后呢，阿美族人他们都会，他们在他们家的周遭呢，就会种植这个面包果。那这个面包果呢，可能这样不知道看不看得清楚哦。面包果呢，除了可以煮汤以外，它可以凉拌，它也可以烘烤。然后呢，这个煮汤呢，它就会跟小鱼干好去一起熬煮。所以呢，它会用大骨先去熬制这个汤头，然后再把小鱼干跟这个巴基鲁一起煮，这个又营养又好吃。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汤品。听说非常的鲜甜，因为它有加小鱼干。但是我们今天少带了一样东西，是吗？就是甜品。哦，这个甜品呢，我们没有带过来，最主要原因是我们希望大家听了以后，大家都想要来这里吃。这也是我们基隆在地人最喜欢吃的，就是我们的石花冻。那这个石花冻呢，其实是和平岛特有的这个特产，然后它的口感非常的甜、嫩，然后清凉。是有时候人家说吃起来有点像爱玉，其实不是爱玉，它比爱玉稍微再软一点，然后就是在地的特色的甜品。那我们在成博会的时候也推出这个石花冻，然后在和平岛公园也有石花冻，那我们就把它用在我们原住民餐桌的这一个部落厨房里面的甜品，然后非常的消暑，然后非常的好吃。是，哎，我觉得真的很厉害，就师傅这样进驻之后，艺术家也进驻，然后把阿美族的美食给那么美的呈现出来。那当然在这阿拉堡湾有这样的特色美食之外，其实我们的和平岛本身在经过我们年轻人打造改造之后呢，它也得到了很多的永续奖项，其中有一个很特别的要带大家来看，在疫情期间他们有一种很可爱的候鸟，对不对？算是候鸟，特别来到了我们的和平岛公园产卵，一块来看看他们是怎么做到保护的。这个是小环锦鸻啊，它眼睛是金色的，它很小只。那去年是因为我们刚好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公园整个是停业的状况，所以他们来沙滩生蛋。那他们习惯生在沙滩，是因为沙滩可以透水，然后又可以用地热来孵蛋。那鸟爸爸、鸟妈妈他们就会去海边把肚子沾湿，如果太烫的话，他们就会回来帮鸟蛋降温。哦，那小环锦鸻它的产季大概是21天，大概3到4周。
小鸟就会孵出来。那今年在梅雨季节还有疫情这个期间，在5月26号也发现了3颗蛋，那我们就用这个比较自然的方式把它围起来，让它可以顺利生产。好特别哦，鸟蛋，那是鸟蛋哦。对啊，它是海鸟。海鸟，海鸟的鸟蛋，很特别啊。旁边也有游客，他一样愿意回来孵蛋，他不怕人，因为他知道大家不会靠近他们。欸，真的超可爱，他们在这里下蛋然后孵化，可以看到我们和平岛公园的业者这么努力的把它给保护出来，这也是让他们得到亚洲唯一荣获 ISO 永续认证的国际级景点。我们要请教伟杰，其实得了那么多奖，但他们推出来的游程也非常的丰富，要请伟杰来跟大家介绍。小君阿赖，阿赖，阿赖就是阿美族语的谢谢。那其实和平岛现在大家可能看得到，是可能和平岛公园，可能看到是海产街，还有市府现在推动的一些，譬如说和平岛东岸的阿拉伯湾聚落，甚至一些庙宇文化。其实和平岛大家可能不晓得，它是台湾第一个有西方人足迹的地方。那它也是400年前西班牙人、荷兰人争相来到的一个小岛。那它也是台湾最近的离岛，它隔了一个和平桥。虽然叫和平桥一个大桥，但是它就75公尺，它把本岛跟离岛串接在一起了。那其实和平岛在最早期，刚刚处长有提到，它以前叫做社寮岛，它以前是从军事贸易的一个角色，到后来它可能是渔业重镇，它可能是工业建设，然后到现在这几年都是以观光游憩为主的一个方向。所以在这几年跟市府跟北关一起打造了，希望和平岛跟和平岛公园中间的连接性。大家可能不晓得，和平岛公园是在和平岛的最末端，它大概在16公顷，它整个和平岛在66公顷，也就是我们是占和平岛的1/4的面积。如何去打造整个大和平岛未来永续观光的一个方向，而不是只是考虑和平岛公园，就是现在跟市府公部门一起携手的方向。所以在今年的时候，我们跟观消处一起做了我们两个主要的游程，一个叫做奈何。阿拉伯湾聚落之旅，奈何的意思就是阿美族语的你好，欢迎大家来到这个秘境，阿拉伯湾秘境。然后呢，我们从刚刚说的海产街的末端，从龙目井300年前的龙目井开始，然后到我们的社寮炮台，然后到我们的聚会所，会让大家会哇，原来大台北地区有这么近，你可以不用到花东，都会可以去体验跟感受阿美族的一个文化。那我们呢，就利用了跟在地的头目，我们头目就会教的带着我们的游客去射箭、去体验，会跟着我们的伊娜，然后去品尝刚刚处长有介绍的这些阿美族地道的美食哦。阿美族它其实是靠海吃海、靠山吃山的一个民族，所以其实我们常常因为我们和平岛公园跟阿拉伯湾聚落其实连接在一起的，所以我们有个后门。每当我们把后门打开的时候，那些姨娜就说冰箱打开了，她都很有趣的去介绍，冰箱打开了，这个其实就是意思说阿美族的这些长辈，他们其实就是跟大自然跟环境吃海靠海的一个特性，所以我们也希望可以依循的他这个阿美族这个聚落的一个迁徙的背景历史，包括他的生活的风貌，然后包括他的一些到我们阿拉伯湾地质区的一些地貌地质，把这样的一个生活历史文化把它串接在一起，所以我们做了一个799的一个游程，那还做一个1599，有包括刚刚处长介绍的这些伊娜做的超级棒的美食，所以我们现在呢，其实共同有把这个阿拉伯湾希望可以去推动一个自主的支持系统，就像刚刚处长说，我们不是由上而下的方式。而是希望我们真的去从2019年可能督发处的劳动，到文化局到官消处，我们如何去推动让聚落是从这一块土地长出来的一个自主支持系统，这其实是我们希望可以永续去推动的。所以和平岛公园在我们2020年拿到一个 ISO 20121的一个奖项，其实就是从 ESG 环境、社会跟公事治理这方面去推动。包括发想，我们在推动观光的一些包装跟设计，那我也可以大概介绍一下，我们大概在这三块大概有拿了哪些奖项我们在环境面的时候，我们有拿到了像台湾的景观大奖的那个风景游憩类的年度大奖，那今年预计也会拿到 GTS 就是绿色旅游目的地的一个景点然后另外呢，我们也会拿到和平岛地质公园的环境教育的设施场所
哦，这是属于环境面的。好，那另外在社会面的话，我们其实有拿到2018年的无障碍旅游景点奖，好，也拿到了交通部观光局的通用化的旅游基优的据点。好，然后在公司这里，我们有透过设计，不管是新加坡 Good Design 或台湾的经典设计奖，好，包括金波奖的政府团队奖，好，这些以上其实都是希望透过用 ESG 的这个方式，来跟我们公部门跟民间的这些力量结合起来，去做永续观光，打造和平岛是做未来的一个永续旅游岛的一个指标。哇，可以看到和平岛公园真的很用心，这几年来大奖不断，而且最新的即将也快要拿到我们的 GTS， 哎，这真的是很难，因为它要符合各项指标，这也是可以看到我们在地打造从小地方可以改变地方的大事这一件旅游事情上。那我们要请教我们的 Conny 哦，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阿拉堡湾公园不论是在美食、历史、文化都可以看到一次性的满足，而且重点是可以带大家深度的学习跟认识。那么我们基隆未来的观光愿景，您站在业界的角度是怎么来看呢？谢谢小君。其实我经界旅行社跟基隆这个城市有很大的渊源，因为其实经界旅行社呢，我们从2002年第一艘公主游轮来到基隆这个靠港，然后接待近2000位老外旅客，那我们其实就一直跟着就是在基隆送船迎船来送船走。那其实呢，我觉得这几年哦，基隆在市长跟处长的很努力的打造之下，我其实觉得，在我们一个业者来看哦，我觉得其实是可以把基隆的故事讲的一个非常有厚度的一个故事。以前呢，我们跟老外在介绍台湾的三大古城呢，我们都说是一府二鹿三艋舺，但是其实呢，在基隆啊，我觉得把这个历史场景打造完成之后，我其实觉得这个排名哦，应该要重新排啦。因为其实基隆因为它的这个地利之便哦，它在400多年前呢，就是第一个有这个西班牙人上岸的地方。那其实，在疫情之前呢，我们在接待老外的旅客哦，我们其实很想要跟他介绍基隆的这一些历史场景，但是其实在那个时候没有做一个很好的整建。但是在这一次的这个基隆城博会之后，我觉得不管是和平岛的这个圣朱圣教堂的遗址啊、龙木井啊，那其实我觉得这一些这个还有这个镇滨渔港旧大楼，所以其实它可以把基隆的历史从400年前的这个400年前的西班牙人，然后到这个日治时期，然后还有日治时期之前的这个中法战争，包括这个沙湾园区，我觉得在这个基隆市政府的努力之下，我相信其实呢，搭配现在其实国际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旅游的一个趋势，就是我们刚刚伟杰总经理所说的这个永续旅游的趋势。那其实永续旅游呢，它跟一般的旅游的差别就是在于，它第一一定要注重环保。所以其实这些喜欢永续旅游或者是他们同意永续旅游这个概念的旅客呢，他们其实不希望看到很多的一次性的用品，包括保特瓶，包括一次性的餐具。那以前以我们业者来讲，其实我们要做很多点的稽查，但是呢，我觉得其实像伟杰他在这个和平岛率先的做这个永续场域的国际认证，我觉得其实让业者能够非常安心，就是说我们的旅客他在参与这个行程的时候，他其实不需要担心自己的旅游是会对地球造成负担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另外呢，永续旅游的概念还包含就是文化的传承，文化的这个观光。所以其实刚刚这个伟杰说的，还有这个处长所分享的基隆的这些历史场景的再造，其实就是让我们旅游业者在跟我们的旅客在介绍基隆的文化观光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只是用照片或是叫他们用想象的，其实我们可以我们已经把场景做的让他们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想象，以前这个地方是什么样子的状况。譬如说像在社寮炮台，它其实就是一个瞭望基隆
的一个最佳地点。像以前呢，我们可能都会带客人去中正公园，那也很好。但是其实到社寮炮台，它其实看到的是一个历史场景的重现，我觉得那个又是一个不一样的体验。嗯，那另外呢，永续旅游还包含在地经济的一个注意，帮助在地经济。所以像处长介绍的这个阿拉堡湾聚会所，就是银娜来。就是用这个在地的石花洞这个食材来做成一个甜点，那它就是不是只是一个甜点，它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甜点。因为对于旅客来讲，他不是只是想要享受这个甜点，他其实想要知道这个甜点在地产业所代表的意义。嗯，所以它不是只是一个甜点，它是一个很有厚度的一个在地美食。嗯，所以其实我以一个业者来看哦，我其实很感谢，就是基隆市政府，就是在市长跟处长的领导之下，这几年，还有像阿杰这么非常有使命感的在地年轻人的努力之下，我觉得，未来在国门即将开启之际，我觉得基隆有更多更在地，然后更深度的游程可以去介绍给我们的观光客。是真的，就是可以看到就这么用心的市长还有我们的处长，我带大家来看到不一样的基隆，带大家可以玩得更深入。那刚才其实在跟 Conny 聊天的时候，他有特别分享，他其实带欧洲团来基隆玩，虽然人少少，但是他们就非常的有感觉，尤其是到我们的沙湾历史园区。我们要请 Conny 是不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是，其实真的是因为这一次这个基隆城博会啊，把沙湾历史园区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整理，所以呢，这个法国公墓这一块有400年，有从18世纪的中法战争开始到现在的这个遗迹啊，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重现。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其实是在疫情当中呢，我们有一个台湾的一个国际的一个聚会，叫做顺风社。那其实顺风社呢是，台湾这个主要的观光业界的很多的资深的前辈所聚在一起组成的一个社团。那呢这次呢我就带他们来到这个基隆。那在法国公墓的时候，我们刚好也有两位顺风社的会员，他们是法国人。那在看到这个纪念碑上面写的法文，他们可能也许知道这个历史，但是其实在现场哦亲眼所见。然后去知道，就是中法战争的时候，可能有600位英勇的这个法国人啊是没有办法归乡的，那他的遗骸就葬在这个地方，所以其实是非常感人的一件事情。嗯，所以其实这个在这些都不是说，之前在这个文化园区啊被整理之前，我们可以很好的去介绍给我们的旅客。真的可以看到市府真的很用心，就是一个点一个点的把它串联起来，好好的整合，这也是可以看到跨局处的力量，对不对，处长？是，我想不管是沙湾文化园区，或者是我们现在谈的阿拉堡湾，甚至到和平岛公园，其实我们都是跨了很多单位的力量，包括像北关处，还有包括我们自己市府本身，除了官销处，我们还有文化局跟督发处，其实是有非常多的跨局处的合作来打造这一些特色的亮点哦。那像和平岛公园，我们也是结合了民间的力量哦，包括在行销的部分，我们都是共同合作来推游程。所以我想，基隆的旅游哦，通常我都常笑说是小而美，就它不是推那个大量的旅游，我们其实朝精致化、多元化、高质化以及深度化，我们希望能够透过非常有文化历史意义的这一些路径，然后来告诉大家基隆的历史跟基隆的美好。所以我们不管是在游程的推荐上，或者是包括在美食的这个部分哦，其实都是很多基隆在地的特色。所以我们会依循着像这样具有比较深厚的文化底蕴，比如说我们会推咖啡，那我们来告诉大家为什么基隆人喝咖啡。那我们也会推炮台的游程，好像白米瓮，还有刚刚讲的社寮炮台。那这些炮台呢，都有它各自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意义。那来到这个地方，除了看到非常无敌的海景以外，那我们也在这个看到了过去先人在这个地方发生的很多故事。那另外还有像沙湾文化园区也是一样，这一次我们在城博会期间它整理好了，它不仅仅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个景点，
同时在这个地方也是市民跟游客会驻足的地方，我们在这里会有很多的活动，那看到大家在这边结合这些古迹文化来办活动，然后可能会有光雕，可能会有一些市集，那变成是市民跟游客都喜欢来的地方。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结合在地的这些景点跟历史文化来推动比较独特的游程，而不是一般的这种很大众化的，而是具有在地历史意义的游程。是，哎，真的基隆就是小而美小而精致，所以有很多地方大家可以驻足去玩，一个一个的来品尝，然后把它串联在一起，就真的很好玩。要带大家来一趟美食之旅，好不好？就发生在我们的和平岛。和平岛美食众多，短短的一条街上就可以吃到最新鲜在地的好滋味。而在这里吃尽的不只是美食，还有浓浓的人情味。走，一起来吃道地的海鲜面。热锅中依序放入今日从渔港采购来的新鲜鱼货，包含九孔、干贝，甚至是螃蟹。你看，你看，全部都是料，还有荷包蛋，因为每次我都给客人一吃一个蛋吃。Q 劲十足的面条，吸饱海鲜汤汁，满满好料出炉，令人食指大动。那个很好吃，有很多的料。其实它有一批很始终的观众，就是一直来都会吃这个很健康的饮食。你吃了喝了吃完之后，你不会觉得口渴，然后料又很实在。我想说他已经来第十次了。可以一直吸引老顾客回流，除了料好实在、CP 值高外，就数汤汁了。竹笋、香菇、啊葱头、啊梨子、苹果，还有红萝卜、白萝卜。每天都这样子。每天都这样，啊有时候会少一两样，但是会有另外补。高汤总共有七八种，最少的有七八种，还有那鸡腿啦。就是它的高汤很棒，所以说有机会就来吃的。难怪这每日现熬高汤的好滋味抓住了顾客味蕾，当然还有浓浓人情味。看老板忙完就坐下来跟顾客话家常，一请就餐，给人家的幸福感。真正有幸福感的美食还有哦，下次来的时候好吃，要预定，要预定，这个没有预定都吃不到的，对，这个都是预定了，你中午过来就都没有了。来看看这家才刚出炉就销售一空，从和平岛公园出来后必经的巷子旁有年轻人开的肉包店。土生土长的郭老板回到家乡选择用肉包创业，创业这八年间最多一天只做400颗，卖完就收摊。包子好吃受欢迎的原因就是料好实在，是用当天现宰的温体黑猪肉，那搭配隔夜的面种，那来去做新鲜的那个肉包。在地人回到家乡创业再出发，以平民美食照顾大众味蕾，还有从外地搬来的创业者以独特的排骨料理手法加入芋头或冬瓜，让老饕相当难忘。比较传统吗？我就要排骨面，就是传承我婆婆的手艺。我婆婆原本在新二路就是利用池那里开差不多50年，对，就因为她年纪大了就有传承。那婆婆当初做是只有原本的招牌排骨，那我自己来到和平岛的时候刚刚开始，我就觉得太单调了，所以我就加了芋头跟冬瓜，就还不错，还蛮受当地的人喜欢了，就是我们本店的招牌就是这样子。阿美排骨面呢非常的好吃，然后我自己也是住在和平岛，一礼拜会吃了2-3次，然后我最喜欢的其实是它的冬瓜和它的芋头面。那这两个的话呢，就是它的冬瓜其实有些稍微用腌制过，然后它的味道非常的绵软，然后吃的时候有一个特殊的怎么样腌料的味道。一样暖人味蕾的还有这香味四溢的牛肉面。香居川味的香姨，你好，川爸的儿子的。严格挑选牛肉与炖煮，还要搭配这每日现做的手工面，这样一碗满满充满幸福的牛肉面才能端上桌。像这一锅是我们自己做的，这也是我们的手工自己做的牛油，这不是一般所谓外面的化工去调出来的，这真的是我们去批的真正的牛油下来去制作的。对，好，完成了。来一点葱花，好的，那这样我们的川味牛肉面就完成了。
还有很多好料呢，美味平价，欢迎着岛上的居民及游客来走走。和平岛美食店店相连外，还有丰富的人文历史。您知道吗？现在的和平岛其实是由三个岛串联起来的，参与工程的人员有些住在和平岛内。接下来带大家走访和平岛上的张火焰纪念馆。这高约两米，脖子上挂着铅球，脚踩着铅鞋的潜水人装备，是已故张火焰先生年轻时的工作服。这个可以量身定做啊。好。那、啊、这个一定要绑很紧。对。你的气一定要在你的胸前这里，你不能让你的气跑到下面。哦，就沉不下去。倒过来。过来就惨了。出生于1916年的张火焰，2000年因病逝世，享年84岁。从小家境贫困，长大后到基隆港务局上班，后来日本人撤退，张火焰白手起家成立打捞公司。最著名的打捞案件是1986年华航澎湖空难，他也曾参与十大建设及各地港口扩建，包括和平岛。而在228事件、大难不死等种种生平经历，都在展览馆内的一幅幅画作中呈现。像和平岛本来有三个岛嘛，有统盘屿、有中山岛，还有本岛、社寮这样，那都是我爸爸把它连贯在一起。张火焰过世后，他的儿子在平一路老家成立张火焰纪念馆，展示父亲80多幅画作，从画作及文物来缅怀张火焰人生打拼奋斗的过程。他们就自己做，这东西都自己做的，去会武金堂买那个会千块啊。带大众一窥曾经发生过故事的，还有这和平市场的历史走廊，带你穿越4500年的时空，一探和平岛的容貌。这个是我们和平岛市场，也是我们的小间内。1626年全台湾什么都没有的时候，这是全台湾第一个市场，隔壁就是我们的诸圣教堂跟我们的圣萨尔多城。那小间内指的是华人街，小华人街，大华人街在哪里？在马尼拉的西班牙总部，也叫做福州街。那经过多年的这个兴衰，这边从以前的92摊到现在没有摊位了，剩19摊。我们海大 USR 就来进来，把这个历史走廊把它放进来。我们希望透过人跟人的互动，了解这个历史的过程，让大家逛市场。了解这个市场的这个内涵，也了解我们台湾历史的发展，欢迎大家一起来和平岛了解我们台湾历史哦。以海洋为主，从地方美食、海洋文化到海洋资源与永续，期待让来和平岛的旅客与居民都能够累积海洋素养，成为台湾海洋子民。哇，可以看到和平岛真的很好玩，不只是我们的和平岛外围，我们的和平岛公园更有特色。我们要请伟杰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推出来的这个游程。好，其实旅游是生活的一部分啊。哦，那其实永续旅游其实是你在选择旅游的一种方式。哦，那其实永续旅游我们在核心价值就是在追求生态环境跟我们观光游憩之间的一个平衡。所以我们今年的暑假，我们也是呼应了我们基隆市政府官销处处长这边有推一个希望大家可以来基隆24小时不断电的体验方式，所以我们推出了一个叫做岛咒会的24小时不断电的永续的地域品牌。那岛呢是岛屿的岛，咒是昼夜的咒，然后会不会的会，也就是欢迎大家到这个小岛上打给来咒会的一个小岛的同乐会。那怎么玩呢？跟大家介绍一下，你可以以前来和平岛，你可能只能停留1小时、2小时。现在你可以来和平岛24小时不断电，你早上11点的时候就可以到我们今天有说的阿拉宝湾的聚落。好，那你从龙目井一路跟着我们的专业的导览老师，一路到我们的东炮台，到我们的聚会所，然后品尝我们宜那的美食，然后呢跟着我们头目去射箭。然后呢，大概到2点的时候，就可以到我们和平岛公园哦，享受一个永续的下午茶哦。我们有推一个换气的一个体验的一个永续的野餐行程哦，让你可以是懒人野餐哦。大家知道，大家现在很想要来沙滩哦，或者是海边野餐，但是你想什么都不带，你就来和平岛公园，我们一切一切都帮你准备好，包括餐食。到5点的时候，你就会跟着我们银发族的我们在地的导览人员哦，去一探小岛的身世。让你去透过导览解说的方式进到我们的地质管制区，然后我们也是用透过管理室的开放，让这样的一个生态也不至于被受到破坏，包括我们阿拉宝湾是每年5月到9月的开放的模式，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大概6点半，就会有我们的 chef， 我们也是跟在地的几家餐厅
一起合作吃在地吃当季的，我们的主题就是用永续海洋跟生态平衡的方向去做一个在和平岛公园里面的一个永续的一个晚宴。然后到了大概8点的时候，也没有要让你休息哦，我们会带你去我们的潮间带，这个是和平岛我觉得在北台湾非常非常有特色的一个体验。因为你都是白天的时候以前来和平岛，但是你在晚上的时候你就不会有白天的一些干扰，不管你的视觉你的听觉，包括晚上有很多的一些潮间带生物它才会出来，所以这个是每一位民众来到了和平岛参加我们的岛周游的时候都觉得很惊艳的。然后参加完岛周参加完我们的夜访潮间带之后，大概到晚上的10点，我们还会准备一个宵夜。宵夜完的时候大家就可以聊聊天休息一下，看一下星空，看一下我们东海上的一些渔火点点。那你在夏季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哇，好多在海市蜃楼的感觉，就是哇，整个海面上都是亮点，那个就是在捕一些渔获的一些渔船。然后呢，也不让你休息，4点的时候就会把大家叫起来，做什么呢？带你去看全球的最美日出，阿拉堡湾。我们有21个全球国家票选出来的一个日出最美的观测点，带你去看全球最美日出。日出是从我们和平岛的东侧。它从海平面缓缓上升的时候，平均的时间大概在5点的时候，所以我们大概4点就要准备了。然后呢，你看完日出还没有让你要准备就回到我们的休息区，我们会希望带着大家动手一起去做净滩的活动。好，我们在这个活动净滩，大家想说哇，我们花钱来了还要做净滩，我们只规划15分钟，但是以目前的反馈来说，大家觉得时间不够用。待会也可以请我们处长跟孔尼跟我们反馈一下。那回来进完日出净滩之后，还会有我们在地的我们的早餐的美食也是跟在地的店家去做合作的。我们希望这个永续的方向就是大家要共生共荣，所以所有的一些不管是食材，不管是合作对象，都是以当地为主跟在地不管店家或原物料去做合作。然后到了用完早餐之后，你还可以去选择去做 SUP 独木舟。用环境教育的一个方式去理解这块土地，从海上看回这座海港的一个城市，然后11点的时候你就可以 check out 了。所以我刚才以上报告就是11点到11点的24小时不断电的岛座会之旅。哇，这听起来真的太丰盛了！所有的不管是教育的、环境的，或者是观光旅游、美食，全部都在一天内带你一次尝尽。我听说 Connie 去了非常多次，是我其实准备要去3次了，想说无三不成立。但我真的是太喜欢岛周会这个活动，然后我也很谢谢阿杰，就是和平岛公园的团队企划这个活动。因为我本来有一些朋友没有在联络的，可是因为他们这个岛周会一定要凑20个，对，所以去参加2场，我就跟我40个朋友联系一起去参加。那所以其实我其实觉得岛周会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说，在一个游程的规划里面，它可以怎么样把永续旅游跟环境保护还有生态平衡去把它做了一个这么多的琢磨。大家可能有听过帛琉宣誓这件事情，但是其实我们去和平岛，我们也是要宣誓，我们要宣誓我们要保护这个土地的这个环保这个土地的生态。然后另外我觉得其实净滩的部分它虽然是微净滩，那但是在微净滩15分钟之后，我发现我的朋友们啊大概都不会再去买宝特瓶了。所以其实真的这样子的一个游程设计，它除了非常好玩之外，我觉得它的教育意义呢是会让身为台湾的子民去省思很多事情。是我刚刚就是在聊的时候就 Connie 说，其实大家进完滩之后发现真的你要给他水的时候，他说不用，我就用我原来的保特瓶就好，或我的杯子就好。这也可以看到这个环境永续这一件事，因为环境保护好了，未来我们的子孙才可以看到那么美的风景世世代代传下去。那要请教处长，处长其实也参加了很多次，而且24小时，感觉如何？好，我跟 Connie 一样，我也参加了2次。那我想刚刚阿姐讲了一句话我很认同，其实旅游就是生活的一部分。那其实我们在推旅游目的地呢，最主要就是希望游客来到这个地方不是蜻蜓点水式的旅游。那这种旅游其实每个人去玩都会发现，这种旅游其实是非常累的，而且呢真的是走马看花。
不会真的是让你去喜爱这个地方。那我们这一次呢，就是在基隆推动的，其实是希望能够把这个旅游目的地呢，让大家其实来到这个地方会喜欢它，而且呢停留的时间是可以很久的。那我官销处其实在推动游程的部分呢，我们也发现基隆是具有这种特质的地方，而且我推24小时不断电，真的基隆是可以玩24小时，真的是都不会觉得说哎好像很玩腻了，或者是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就是24小时任何时间来到基隆都有东西可以玩，就是有景点可以看也可以玩。那在这里停留24小时可以挑战刚刚阿姐讲的这个游程是非常有挑战性的。那除了岛座会以外，其实基隆也蛮多的海钓，所以呢24小时都有可以玩的，可以出海，甚至是半夜也有地方可以去哈。所以我们这个岛座会大概就是响应了这样的一个精神。那其实刚刚 Conny 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岛座会除了好玩以外，我们也结合了这个生态环保的理念在里面。所以我们去净滩，那我们去看漂亮的日出，也去奉献我们的劳动力，那同时呢也还给大家一个漂亮的海滩。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值得大家去探索的一个游程。那同时我们刚谈到了，就是说除了岛座会以外，岛座会其实是有一连串的游程。那更重要的是这一次和平岛公园结合了阿拉堡湾这个游程，那让两个游程可以有一些串联。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在未来推动基隆旅游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未来要推动的方向。就我们现在其实基隆呢，以基隆港作为一个核心，其实它有东岸跟西岸。那所以呢，其实刚谈的都是东岸的游程，那包括像阿拉堡湾、和平岛公园或者镇滨渔港，还有沙湾文化园区。但是我们的西岸呢，其实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哦。那包括像百米翁炮台，还有我们的基隆灯塔，好，那秋子山灯塔，我们现在在推一日双塔。所以呢，在西岸的部分有流浪头的美食、码头美食文化，再串联到我们的百米翁炮台，还有一日双塔。其实在这个东西两岸的这两个翅膀呢，其实都是可以推特色游程的。所以我想这个部分也是未来我们会推动整个套装游程的一个努力的方向。那把东岸的这个包括原住民的，还有包括我们海岸的这样的一个观光，那也结合了山的观光，包括我们西岸好怎么样跟这个整个西岸的这样的一个观光景点的串联。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呢是未来我们推动的一个很重要的游程的方向。是哇，这样听起来真的很感动，就是让我们的山活起来了，海活起来，这个套装行程可以带大家来深入基隆，不管是东岸还是西岸，或者是我们的山里面，都可以看到不同的亮点及特色。今天非常谢谢三位来宾，有带大家来深入了解我们的阿拉堡湾，看到我们的原民部落再生的情况，相信我们的基隆会越来越好哦。有空的时候记得去玩，也可以加入当地的深度旅游。我们下次见喽，拜拜，拜拜。